新城乡公所在北埔国小活动中心举办了原住民族家政班班员教育训练及乐舞技艺竞赛，分为活力口号创意竞赛、指定曲团体合唱竞赛、原住民乐舞竞赛，让族人在竞赛当中学习，也展现了团队精神。今天乡长贺立泰表示，各部落家政班员以及队伍发挥创意，搭配传统的服饰，加入原住民族的音乐、族语等元素，更达到了传承原住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今天的活动当中，看到乡亲族人们在笑声与欢乐中成功圆满，未来乡公所将规划更多的活动，让乡亲能够在新城乡快乐的居住，幸福的生活。为了今天的活动卯足了劲，为了自己的部落的荣耀，我们尤其是阿美族对歌以及舞以及原住民传统技艺的各项的活动，可以说在我们花莲县各个族群当中是最优秀的一个族群，包括本乡的布农族、泰鲁格族都一样。对于我们地方的事务的协助，以及公所所推动的任何的活动，大家都全力来支持。以及对于今天这个活动啊，我知道在各个部落的纪委所也好，活动中心也好，还是班长找的场所也好，可以说大家呢利用晚上休闲的时间来做这个练习的工作，都为了我们班里面的荣誉而努力，我们给自己掌声好不好？大家欢迎听到，我们都是一家人。乡长何立泰表示，新城乡公所制作乡歌慢播新城推广新城乡，并且办理原住民族家政班班员教育训练及乐舞技艺竞赛，让原住民族乡亲透过竞赛了解新城乡的人文风情，各部落家政班班员以及队伍们发挥创意，搭配传统服饰，加入原住民族的音乐、族语等元素，更达到传承原住民族文化重要的意义。记者蒋文贤报道。